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我们这几节课都在谈忠孝有悌这一句经文。确实啊，这个忠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，也是家道沉传最核心的德行。所谓忠孝为传家之本，而忠孝两个德行的义理啊，要能够通达明了啊，那确实是要下功夫的。比方我们看这个忠字啊，忠于自己，自己要成就自己啊，有没有尽心啊？没有尽心呢，就是亏心呢。就是欺骗自己了，就是欺心了。欺心就是欺天了，就是糟蹋自己的本善，自己的自信了。所以找到几个人真正忠于自己的真如本性呢？我们随顺习气的，就对自己不忠了。对自己都不忠了，都在欺骗自己了，怎么对人忠呢？所以自爱啊，才能爱人，自助才能助人，用真心，而且是时时刻刻用真心呢，这个忠才能做到位啊。忠于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的家人，另一半，对孩子尽这一份本分职责，把他养育啊，还有要教育长大，教育他懂事啊，能成为社会的栋梁，这是敬重。假如我们没有好好教育孩子，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，那我们对社会不忠啊。所以为什么人走入婚姻的时候啊，那个婚礼这么隆重啊？那要对家族负责啊，也要对整个社会负责任啊，也是忠啊。那这个忠的态度啊，我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。我在接触家长的时候，家长学历不高啊，他反而常常讲啊，哎呀，我没说我的孩子以后啊要有多高的学历啊，但最起码呢，他不能够危害这个社会啊。他有这个概念哦。反而学历高的父母啊，一点小事可能就到学校来吵了。学历高啊，反而得理不饶人。学的低的时候呢，反而常常会想起啊，我要对这个社会负责任啊。所以我们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啊，应该要不断提升一个人的德行，而不是只有他的知识而已。所以我们几代人呢，这两三代很明显啊，我们爷爷奶奶辈不识字，忠孝存心。我们现在个个都大学毕业，不知道什么是忠孝，连忠孝都不认识。所以这个本啊，要找到啊，德者本也，忠孝本也。那我们这些当老师的，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，教育孩子居然连根本都没教他，这个过失就很大了。
三字经在提醒我们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修行人不往这里去思考啊，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，五伦关系根本差得一塌糊涂，人道都守不住了，还成佛道。印光大师慈悲啊，知道闻佛法是百千万劫的因缘呢，怕我们修的呢不知道自己的境界到哪里，问题在哪里啊。老人家在教诲当中啊，最常提到的敦伦敬分，这是为生命当中啊有缘的亲朋好友跟我们工作当中的同仁呢、啊，要尽本分呢、啊，贤邪存诚呢、啊，要守好自己的起心动念、啊，不要欺己啊，不要欺人、啊。所以这个忠字呢，延伸到社会，延伸到国家。那我们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在哪一个领域啊。也都要敬重，所以忠事实上这样子无时不刻啊，都在例行的德行，包含延伸到这我们是佛弟子，也要为佛门敬重。我们上一次提到阿难尊者开悟的时候说的，敬此身心奉尘刹。实则名为报佛恩，这个敬字啊，就是从现在到这个生命结束，甚至是未来无终啊，都不改变这个态度，这是真心，这是敬重。而我们却有这一份忠心呢、啊，但是能不能保持？所以发心容易，恒心难。比方我们来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来的时候呢，都很有使命。所以人要保持忠心啊。保持理智，就要不忘初心。我来这里干什么的？这个心境呢、啊，时时保持啊。我是来为佛法、为众生的，能保持了才能用忠，才能用真心；不能保持的，就随顺习气的。就可能在处众当中啊，跟人家对立冲突了，看人不舒服了，不满了，有怨了，那这个忠心就没有保持了。我曾经接触几个同仁呢、啊，他到中心来啊，他刚开始要从事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啊，他很难得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今天来做这个事情啊，叫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所以假如呢我的行为啊造成这个团体很大的障碍啊，那蔡老师你一定要告诉我，那我你只要告诉我了，我一定马上走，等我调好了我的这个德行啊、处众啊，或者是能力啊有够这个水平了，那我再回来做我不想啊给这个事业的添麻烦。那他这个存心啊就很忠了尽心尽力
好，所以之前跟大家提到呢，我们为这个社会啊，为这个正法久住去付出啊，绝对离不开我们现前的工作。工作当中啊，就是在服务大众，就是在弘扬正法。首先呢，要人人弘道，我们的行为就是在弘法。啊，不能课程当中讲的很好，我们处事待人、工作、跟大众相处，都跟我们讲的不一样，言行不一致啊，这不能弘法的，这不能长久的。甚至啊，再不正视我们德行的亏失啊，往后就要以身谤法了。为什么？知名度有了，德行没跟上，人家一跟我们接触三五天呢，哇，就被看透了。啊，大众很多啊，尤其在大陆啊，那文革以后啊，这个传统文化的熏习相对少，几十年来的缺乏，都是对于这些推广的人呢，有一份期许，有一份信任。但是假如我们这个推广者啊，出现状况的时候，对于大众啊的信心啊，会有很大的损害。哦，所以更应该啊，把根基啊、德行要稳固，才能走得长远。哦，好，那既然呢，应该是啊，人人弘道呢，自己的行持啊，就是符合经典，才是弘法。那我们在团体当中呢，上一次也跟大家谈到，首先要服从，不服从，这个团体啊就失和了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能力再强，不懂得人和，那个团队光处理这个人事问题啊，就不知道要耗掉多少精神了，那变成添很大的负担了。而不注重人和的人，他一定傲慢，傲慢的有再强的能力啊，恃才傲物，一定会让身边的人很有压力。所以这个才华要有德为本，德者才之帅也，德行是才能的主帅啊，德行指挥才能啊，他才能利益他人，利益团体。假如德不足，才很强啊，那会拿着才去瞧不起人啊，去压到人啊，瞧不起人啊，甚至连领导都瞧不起了。所以孔子啊，特别劝勉我们呢，要对治这个傲慢，对治吝啬。人一吝啬啊，嫉妒心就重，见不得人好，就要自己好就好了，钱不想给人，经验不想给人，心胸狭小了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这句话我们要会听啊，这是孔子对于啊才华高的人呢，高度的爱护跟提醒啊。这一句话就包括呢，任何人都要记住这一句，
谁的才华高过周公啊？周公治理作乐，开周朝800多年的国祚啊，全世界最完整的宪法《周礼》啊，谁的才华比周公高？举这个例子已经是劝到极点了，不能恃才傲物啊！始骄且令，其愚不足观也已啊！他的德行会被这个傲慢障住，才华呢，其实也很难再突破了。我们注意去看，演艺圈有很多人才华很高啊，但是他扶不住傲慢，最后就要吃大亏所以孔子讲呢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这个和字啊，就是懂得人和。懂得与大局的和谐为重，但这个不同呢，当别人跟他意见不同啊，他能包容。我们假如呢听人家讲话跟我们意见不同啊，马上火就上来了，那就不是君子啦。诸位同仁，不是君子是什么？所以，君子小人呢，不是说他有没有犯法，不是从法律看的。君子小人是从心量看的，心量小了，就变成小人了。我们注意去看《论语》里面君子小人的句子，根源在心胸。所以，君子不器，他度量。一个人成就的功业有多大呢？跟他的心量成正比啊。心量一小呢，容易生气，容易看人不顺眼，容易埋怨人。这一堆垃圾不就装在这个小垃圾桶里面去了吗？所以人家意见不同啊，可以接受，可以包容，甚至可以为借鉴。不以人废言这个人对你态度很不好，你不止不生气，他讲的话对的，你还能接受，这样才能感动人我常常得罪他呢，他还为我想，他还能接纳我的话，哇，这个人气宇不凡。不止呢，意见不同可以包容，别人的生活习惯、性格不同啊，可以包容，可以体恤。这个体恤是原来他的家庭状况是这样，原来他以前的经验是这样，所以他现在这个行为啊，也其来有自啊。体恤了之后啊，包容了之后呢，进一步啊，还愿意啊协助他，帮助他，转变他不好的性格。这个真是厚道啊，真是忠义呀！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这个同志是什么？这个小人呢，爱恨的心啊，爱憎的心很强。这个人跟他说法一样，想法一样，哇，如胶似漆，好的不行啊。告诉大家啊，恨从哪里来的？从爱来的哦。你不恨爱这个人，你恨得了他吗？你走在路边呢，有个不认识的人瞪你一眼，你生不生气啊？
还生气啊？哦，那是小的不行了，连个沙子都融不进去了。那算了算了，别理他，没事。哇，假如你先生这一辈子第一次瞪你一眼，啊，我这辈子跟你没完没了了。啊，为什么产生这么大作用啊？就爱真的心嘛，那是情执啊，情势啊，变化莫测啊。所以佛家用慈悲，不用爱呀。世间的爱呀，其实还是落在情欲里面，是好恶啊。喜欢的好了不行，意见不同了，利害冲突了，马上翻脸，马上对立。这个历代都有啊，你看，要谋利益的时候，哇，好的不行了，通通连在一起，利益冲突了，互相置对方于死地啊。所以孔子在《论语》说：“爱之欲其生呢，恶之欲其死。”本来喜欢他，哇，他什么都好。后来讨厌他了，天天咒他死，非祸于这个人是迷惑颠倒到极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跟这个亲朋好友关系非常好，刚好遇到一个境界啊，彼此有很深的误会，我们还念念的怎么化解，甚至怎么帮他，这才叫真心。假如一个人跟这么关系好的亲朋好友出现一些误会之后，动不动就骂对方，那我们得回光返照啊，我们自己这一颗心啊已经偏得太厉害了啊，绝交不出恶语啊，真心不变啊，现在有误会了还是念念想着怎么样帮他，这样才对啊。帮不了怎么办？造缘啊，谁能帮他，你去可以透过关系可以找到能帮他的人就找，不行了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念佛回向给他，尽这一份忠心啊。小人同，那是利益，那是在感觉很好的时候同，但是情会变化呢，就不合了。好，我们冷静观察人与人的相处，一开始都有一段呢热络期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一开始认识，哇，这个朋友真好啊！啊，等热络期过了，相处久了，对方有什么毛病啊，看到了，然后那种热情啊，可能就有点退了。所以为什么勿产妇勿交贫勿厌故勿喜新，人为什么会喜新呢？热络期还没过。人为什么会厌故？相处久了呢，付出忘了，恩德忘了，就记对方的缺点了，就记对方的不是，才会产生呢厌故喜新的状况。不然朋友应该是越老交情越久越好啊。所以不是境界有问题啊，是我们的心有问题啊。好，而这个服从呢，我们刚之前也讲到啊，它是学问是活的
领导不对了，要懂得劝谏。哎，人说，哎，我不敢劝呢。为什么不敢劝？心里在挂碍什么？担忧什么？人不敢做道义之事啊，可能都是因为啊，有牵挂，不能正直啊，都是有欲望在其中。所谓无欲则刚，你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，该做的事不做，这就没有君子的正气了。范仲淹的儿子啊，范纯仁做到宰相啊，他讲到啊，假如我给皇帝谏言的话，给领导谏言的话，他不接受，哪怕是万中的啊，就是最高的俸禄，我连想都不想，看都不看，辞职。哎，我在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就是劝皇帝，劝领导，他不听了，我就没尽到这一份责，我还领这个国家的俸禄做什么？他离开了，苟言之不用，万中非所雇也。这个才是一个忠诚的态度啊，是尽道义啊，不是利害之交啊。哎，领导回头了，哎，赶紧回来帮忙，一句怨言都没有，他不记恨呐。当然离开的时候啊，不出恶言，啊，不要好，我今天要离开了，非骂个他个痛快不可。那你就把后路通通给截断了。与人相处啊，要留后路，以后啊，机缘成熟了。好交往，好共事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敬忠啊，还是都要很理智去面对的。哎，有可能呢，我们在弘法的过程当中，哎，我们的上司领导他走的路线不对，这个时候啊，也不能因为个人情感跟着他偏掉了。你说，可是他对我有恩德啊，他对我有恩德，是引领我们进入传统文化的学习啊，是吧？你把传统文化学得更好，他的功德越大，在很理智哦，不能用情感去面对因缘的变化哦。今天他偏了，每一个人都在修行啊，那境界很多啊，先走的人不一定先到啊，而且先走的人面对的名闻利养可能更多啊。所以依法不依人，要用理智啊去效忠。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成就了当初带领我学习的人，深入传统文化的人，他的功德大。第二，我赶紧把这条路走对，让他看到啊，他懂了，他可能就回头了。你还没有做对，还没走出正确的方向，你讲半天，可能人家也不能接受啊。那现在可能一件事情啊，五个人有五个人的看法，所以这个时代啊，要说服别人呢，说实在的，没法用嘴了，难啊，要用什么？身体力行。
做出成果来。那我们很幸运呢，我们是跟着师父的智慧去做的。你要吃个定心丸呢、啊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讲到呢，要尽心尽力啊去做，而这个尽心尽力啊，除了去做事情之外啊，很重要的呢，我们刚刚讲了，德者本也，要提升自己的德行啊，才能发挥的好。所以这个尽心不能只着在工作事物的多寡或者能力的提升而已，还要注重啊德行的功夫提升。德行之外呢，当然工作能力啊能够经一事就能够有所成长，这也是非常敬重的态度。所以有一个师父教诲呢，是现代生活十则，现在工作生活的十个原则，大家背过了吧？脑筋活一点，说话慢一点，微笑露一点，还有一条跟嘴巴有关系的，嘴巴甜一点。这个甜不是谄媚啊，是鼓励别人。为什么？这个时代哦，人一般没有信心，给他适当的鼓励啊，像给他充充电一样。不要常常都指责批评啊，这个让人家很难过了。跟人相处，度量大一点，脾气小一点，做事多一点，多承担，理由少一点。是多少大小，动作快一点，这个快不是着急啊，是不要拖拖拉拉的。我们现在有用这个工商日志本、把它记下来，做什么事有进度啊，不会拖拖拉拉，效率效益啊高一点，做事啊强调怎么样沟通人和，怎么样做会更有效率？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做人做事啊，也要守六度的精进，这个态度。好，那这个是中啊，第二个部分呢、尽心尽力。那包含为国举才啊，这个之前呢、也跟大家谈过了。所以一个好的领导啊，一定多欣赏别人的好，多推举贤人之人来利益团体，利益政法，绝不可嫉妒啊！嫉妒好的红户人才啊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地狱。这话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，这个我也很警惕。那到时候呢，到阎罗王那边呢，可别把我拖下水。说这个蔡某某根本就没讲。今天是公元2012年10月25号啊。哎呦，今天是台湾光复的日子。那我一定会记住啊。到时候我被抓到阎罗王那边呢，我也比较不会忘记时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